华筝，你没事吧？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明天启程了，郭靖，你是不是还要把金刀还给我爹？我，难道你还是？华筝。华筝，你别这样。你走了之后，就根本不会回来的。傻瓜，我娘还留在大漠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那你答应我，你一回来就要娶我。不行啊，我一直是……郭靖，你答应我，你答应我。不如这样吧，这件事等我回来以后再说啊。郭靖，我明天启程了，娘还有很多话要吩咐我，你自己先休息休息吧。郭靖，郭靖，你走啊，走啊！是。郭靖，你看看，华筝对你多好啊！娘，您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其实华筝有什么不好呢？他是挺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见到他，我就觉得他好像我妹妹一样。你既然不爱华筝，那晚上你为什么接受大汉那把金刀呢？那天晚上，我……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金刀驸马了，你现在就说不爱他，那你叫华筝以后怎么做人呢？娘，你说我该怎么做才对啊？静儿，做人最重要的是负责任。何况大汉待我们那么好，我们怎么可以辜负人家呢？但是……是啊是啊，你一直没爱过他。我认识你爹的时候啊，我开始也不喜欢他的。慢慢相处之后，自然就会好的嘛。不过娘也不会逼你的，你自个儿慢慢想想。哦。
国靖，拓雷，这么早来了？我怕你已经走了。那，我送给你的。谢谢。昨天幸亏你救了他。那，哦。是马道长和六位师傅吗？我算了，我想华筝现在一定在外面等着你，你快点出去跟他说声再见吧。我你快点出去了，不然师傅就要来了。走吧。华筝，虽然到现在，我总觉得你像我妹妹，不过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我会听娘说的话，将来一定回来娶你的。以后你要自己好好保护自己了。再见。国靖，哎呀，国靖。
过去。这儿有个庙，我们进去歇会儿吧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六弟，你过去看看。好。没有人，二哥。大哥，我们可以进去。好。二师傅，你刚才跟六师傅进去干什么？哦，阿静，你要记住啊，江湖凶险，什么事儿都得要小心呢。哦，小心。大哥，你坐。好。哎。一转眼就是12年了。阿俊，我们找你找了18年了，也就这18年来，我们都没有回过中原。都没想到，我们是7个人去，现在只有6个人回来。七妹，现在我们仍然是7个人吗？郭靖，你过来。什么事啊，三师父？我们7个人一番苦心，全都是为了你，你不要辜负我们，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。三哥，嘉兴比武之约，阿靖可能还不知道。哎，求处级也未必教得出好徒弟来呀。不过上次尹志平送信的时候，他露过一手，的确在阿静之上啊。但是那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。六位师父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无论是输是赢，我都会把7位师父教我的武功全都使出来。好了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我想大哥和各位师兄妹都饿了，我看就在这生个火，煮点东西吃啊。郭靖，你出去打点水给我。哦。姑娘走了，原来是少林寺的人。好，我们后会有期。
想不到我这招偷自少林大力金刚指的妙手双飞也可以唬人呢。是啊，他们看我夹住这条蛇啊，就以为我是少林寺的人。阿金，这条蛇是什么样子？哦，全身青绿色，头顶是红色，本来很红的，现在越来越淡了。那么那几个人呢？全身白衣服，样子倒不错啊，不过很奇怪，他们称呼自己叫姐姐。那他们一定是白驼山的人，那条蛇可能就是赤顶青蛇。咦，大哥，那是一种西域的毒蛇啊。没错，是白驼山老毒物所养的。白驼山老毒物？大哥，是不是西毒欧阳锋啊？不错。大师傅，西毒欧阳锋是什么人？阿金，西毒欧阳锋是当今武林武功最好的其中之一个。他们这次来中原一定是有目的的。会不会为了华山论剑而来？还有两年才到华山论剑的日期啊。不管怎么样都好，总之吸毒的人一出现，一定会有阴谋的。以后你们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从事。是是是。师傅，师傅，大师傅，二师傅，师傅，西毒欧阳锋。六师傅，七师傅，还想跑？哎呀！二师傅，二师傅，二师傅，师傅，大师傅，二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啊！七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救命！救命啊！师傅，傻瓜，还拿着他干什么啊？师傅，你们阿静啊，我们是故意试探你的。七师傅，放我下来啊，好难受啊。这么快就想下来啊？你知道今天做错几件事情吗？第一，你不应该相信有人能够一次把我们全都掳走。没错。哼，你三师傅我跟人打斗啊，怎么会一声不吭的就被人抓走呢？你真是傻子。师傅。还有啊，第二呢，你刚才进庙的时候啊，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门口是不是有人在打埋伏。哎呦哎呦，阿金，还有啊，庙门外面那些血迹是我们故意滴上去的，连这点你都看不出来。师傅，我的眼睛是瞎了，你不瞎吗？师傅，师傅，还有啊，如果敌人想灭口的话，他们就不会这样留下那么多的线索，还留着那么多的血迹叫你跟踪。我不知道。那还有啊，这间是古庙吗？深更半夜的，怎么会灯火通明的呢？哎呀，你这个傻子，糊里糊涂的就走进来了。
真是岂有此理！你再算算，你今天做错多少事情啊？用铁算盘算，算一天都算不清的，你真的太蠢了。师傅，先放我下来吧，师傅。几位师傅，那我以后怎么做啊？阿金，这一次我们这么做，无非是想教你一件事。哦，什么事，大师傅？江湖险恶啊。哦，今天二师傅教你的事，样样都要记住。江湖险恶，你懂不懂？哦，我懂。那阿金，这个是你的包袱，里头有50两银子。七师傅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阿金，你自己先去嘉兴。大师傅，我……哎，阿金，你跟我们学武也学了不少日子了，现在你自己也应该好好的出去闯一闯，因为江湖经历要你自己亲身体验，知道吗？哦，是啊，我们还有事要办，你先走。总而言之，3月24号。在醉仙楼等我们就成了。哦，好啊。几位师傅，傻瓜，来，以后自己要小心谨慎啊。嗯。阿静，让四师傅教你最后一招，4个字。什么？打不过，走。懂不懂啊？我懂了。客官，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哎，请坐啊！小花来啊！喂，你怎么自己先走了？喂喂，别认什么亲戚了，快走吧。你，我喜欢的，行不行？哎，老兄啊，他是我朋友。哦，请坐，请坐。围上满场，到茶里边取水。小兄弟，哎，叫我小叫花子行了。哦，你干嘛老跟着我？哎，有什么上等菜，通通给我拿过来。啊，是是是。哎，还有啊，啊，给我再来5斤10年陈酒，女儿红。快点啊！啊，是。喂，你知道吗？你走了以后，那只母猪给我气的乱蹦乱跳，太有趣了。你又走了，真是没用。两个楼上啊。哎，客官，菜做好了。来来来，啊，随便啊。喂。啊。这些菜全拿去喂狗。啊，小兄弟，这菜……傻哥哥啊，这些菜怎么能吃呢？让我来点几样吧。哦，嘿嘿，
客官，这个小叫花子诚心跟你开玩笑的。你干嘛那么多嘴呀、啊？人家哥哥喜欢请我吃，关你个屁事！那听着，给我弄一点酱鸭舌，鸭舌要100条，不能多也不能少啊。还有呢，再来一点珍珠鱼木羹，珍珠要20粒，鱼木要80粒，不可以多也不可以少。喂，你的嘴怎么那么刁啊？哎，再来一点豆腐丝儿捞面，豆腐丝儿呢不可以粗过面条。你，那你去不去做呢？喂喂喂！喂，你还有什么吩咐的？你忘了拿这些菜去喂狗啊？小兄弟，都说叫我小叫花子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没吃过酱鸭舌了。人家说吃了酱鸭舌，让你说话不结巴。不是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有点事要去嘉兴。嘉兴有什么好玩的？你从哪儿来？从大漠来的。大漠。不如我陪你到大漠玩吧。不行啊，我想我没时间陪你去大漠玩啊，我有点重要事要去嘉兴。小叫花子，为什么你老跟着我？呸！为什么你要避开我？我钱花光了。哈！刚才我们那顿饭吃了30多两银子。那我下次就吃20多两的菜好了。那不如这样吧，这20两银子我都给你了，我自己也没多少了。你以后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别跟着我了啊。小叫花子，你为什么哭啊？你们哥哥都不喜欢我，我爹不爱我，连你都不理我。不是啊，我不是不想理你啊，不过我有事要赶着去做。那你真的肯理我了？不是啊。啊，不如这样吧，等我把事办完了，回来再陪你玩啊。哦。不是啊，我只怕不够钱陪你去玩啊。我不够钱，我。原来你怕没钱用啊。嗯。那我刚才用了你多少钱，我帮你赚回来。来，来来来。哎，小伙子来了，来了，买的多，赢的多，买了买了买了。李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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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双一57.9哎！哎，来了来了，买了买了啊！买的多的赢的多啊！买了买了买了，哎，庄子66.9哎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啊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买了买了！喂喂，什么事？让本少爷坐庄。
你是少爷，你是小叫花子，你有钱赌吗？多了可以砸死你哦！来来来，你赌你赌，买吧，买买大，买大开大啊！买的多，赢的多。买定了没有啊？买买买买买，来来来，开了啊！开开开开开，打开！哎呀，啊，买报收钱收钱，全输了全输了，倒霉！收钱。要是买的第一盘的买吧，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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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了啊，买定了，开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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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买定了没有啊？开上上上上，哎啊，怎么又是爆的这么巧？哎哎哎，小叫花子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这个骰子呢是一定要换的，无论如何都要换啊！对，他怎么那么巧啊？啊，怎么每次都是豹子？好，换就换。啊，都换了啊！哎，别买了啊！哎，好，买大，买大，哎，我的，我的，买的是啊，买大，跟我买大。已经换了啊！来，别来了，不换了。来吧，买了。抢抢抢抢抢！嗨啊！又是豹子，真是倒霉呀！真是，快点买吧，买买了买了！这里没人买啊，这里没人买啊，买多点吧，一定赢的，买吧买吧！哎，你掉了一颗，你别吵啊！啊，你个小叫花子，你骗人呢你！啊！天哪！还还钱，抓着他！小叫花子，他们为什么追我们？输了钱不认账了，走啊！哦，追着追着，快过来！站住！站住！你小叫花子，你想溜啊你？哎呀，我哪说要溜了？靖哥哥，你对付他们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走吧！哎呀！别跑，别跑！走这边。哦。哎呀，糟了！郭靖，你跑不了了。你们看。啊。啊，哎哎，躲哪儿？躲哪儿？喂，你怕不怕鸡屎味啊？不怕，不怕。来来来，小叫花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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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啊，你没事吧？他们刚才啊，刺不中我。我们快点走吧。喂，他们还在外面呢。哇，你看我们刚才赚了多少钱呢？其实那三个人是想找我报仇啊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郭靖，你呢？嗯，小叫花子，我喜欢你叫我小叫花子。哦，我困了，去睡觉吧。喂，讲故事来听听啊。我不会讲故事。嗯，那么笨的，讲讲你自己的事来听。我讲的不好听。你讲。好吧。我从小呢就和娘在大漠长大的，我只有一个爹，你也只有一个娘，那你为什么要回中原呢？因为这样的，我来中原找杨叔叔的儿子比武，然后找个叫段天德的报仇。哦，对了，
你的身世怎么样？我跟我爹吵了架，就跑出来了。哦，你那么淘气啊，一吵架就跑出来。谁叫他骂我？其实我六位师傅和娘也经常骂我的。你懂得什么东西啊？对了，你师傅叫什么名字？他们好出名的，人称江南七怪。我爹都没有提过，再厉害也有限。你爹是谁啊？武功很棒啊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他真坏。他是坏人。你怎么骂我爹啊？是你自己说你爹是坏人的。我说可以，你骂就不可以啊。真的生气啊？别生气喽。那么这样吧，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你，我叫做黄蓉。你的脾气啊，就像我六位师傅一样。怎么了？有的时候好受，有的时候好难受。哼，对了，怎么剩下你一个人呢？这样的，有天晚上我六位师傅找间破庙来试我，然后叫我自己去闯一闯。为什么用破庙来试你啊？他们把那间破庙弄得灯火通明，然后弄个陷阱来抓我。不知道六位师傅现在怎么样了。算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哦，小兄弟，不如你自己先走吧。为什么？黄河三鬼跟你无冤无仇的，让我来对付他们。那你就说我打不过他们了。不是不是啊，我不走。我不喜欢你老跟着我，你碍手碍脚的。你怎么那么坏啊？我不走。我就是坏啊，你再不走啊，我打你。好，我走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你迟早要找我的。岂有此理，让他跑了。大师兄，让师父去抓那傻小子吧。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那个傻子交给六王爷。是啊。谁？喂，你们想找傻子是吗？我可以帮你们，跟我来。难道师父又想试试我的武功？